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跳舞，表演者安九健、刘春山，掌声有请。谢谢，谢谢您一个人的掌声啊。主要是这台啊，哎，有点大，可能是吗？没走上来，掌声停了。对，刚才二位说了一段，是啊，叫反气口，传统节目，传统节目，嗯，下去休息啊。两个演员也好，好啊，好啊，嗯，羡慕他们，羡慕他们什么？年轻，哦，年龄小，年轻就是资本呢，嗯，尤其是逗哏演员，哦，桌子外边这个董霄元，董霄元，嗯，年轻，是99年的，啊。你别乐，真的不是1899啊，1999啊，1899像话吗？他一乐，我就怀疑他看错了。99年的，以为他参加过虎门销烟呢。老毕球，1999，今年22岁。1999年，我们队最年轻的演员。对，嗯，桌子里面这个呢，啊，年长一点的刘江，97年的，比他大2岁，大脸，嗯，俩人长得多好看，嫩嫩，嗯，跟花似的。啊，跟两朵花似的，跟花似的。啊、再看这位，哦，我也跟花似的，长得跟根儿似的。我都埋泥里，快烂了吧？那快沤了，肥了，您都没那么夸张，啊、是吧？俩人小孩，尤其是董霄元，嗯，小脸蛋儿是嫩着呢，嫩啊，一掐一股水儿，一掐一股水儿，一掐一股水儿，哦，怎么样？一掐滋儿，那能就出去了。粉刺破了是吧、哎、一两个的好，没那么夸张，人小白净脸是吧、哎、有点小美丽豆是吧，下去休息，嗯，换这位老师表演啊，换我继续表演，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名气、啊、没什么名气，刘春山，哎，是我，是不是、啊、是是是，刘春山老师、嗯、哎，鼓出来，啊啊，是是，给我鼓掌啊。你这介绍里没有断句，人不知道在哪儿鼓掌、啊、刘春山老师、是是是，爱跟您聊天，行，跟我聊，握手吧，又换，哎，说相声的，对对对，风趣幽默还滑稽，多客气，是吧，喜欢跟这个说相声聊天，哦，我爱跟他们一块待着，是开心啊、哦、开心，喜欢我们，喜欢你、啊、欢迎您常来、哎、啊，就是欢迎您常来听我们相声啊，好好好，有时间吧，哎，有时间，有时间，不买票能进来吗？你偷个大褂也能说，你偷个大褂能上台，我们这儿都要票，要票来着，不来了啊，不来了，啊，没什么钱，听这意思不是我们相声行的，嗯啊，您是不是不说相声？看出来了，反正看你穿个大褂有点像，但说话这劲头不像。哦，对，以为我穿个大褂像是说相声的。对对对，不是。哦，不是哈。对，我有正经工作。您有什么？我有正经工作。我们说相声也正经。我没说不正经啊，什么叫正经工作，好像我们不是正经工作似的，不是，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呐、嗯、眼力特别好，对，无论什么人面前一过，您能猜出这位是干什么的，这我们倒是有这个特长，为什么呢、嗯、我们见过的人比较多，没错，哎，你们相声演员见人多，哎，问啊，见人多呀，你才是见人呢，啊，别见的人多行吗？见的人多，见过的人多，就是这意思。哎，别说见人多，见过的人多。哎，见过人多，受累吧。嗯，考考您这个眼力啊、哦！您看看我，看您穿着打扮，嗯，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嘿，我这个做派，我这个劲头，嗯，我这个眼神，呵，我是干什么工作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什么？人妖啊？谁人妖啊？你？我像人妖吗？啊，这是光顾过我是吧？这是怎么着？不是，你主要声音也像是吧？我不是，你别没看出来，别瞎说呀！您这干嘛？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职业？这是我让你猜呀，猜。我没听懂您说的什么。公公。嗯，也有点像伺候老佛爷。多讨厌，多讨厌！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你本质了，哦，是不是？像话不是呗？不是，你那你干到底干什么的？我看不出来。那做个自我介绍，您自己说说，行吗？啊，自我说说。能说吗？能说吗？老佛爷准了。啊，不是我这人呐，我这人干嘛呢？缅甸。啊，您倒不阿富汗啊？阿富汗什么事？缅甸什么呀？害臊，害臊，那叫腼腆，不是不让舔。
那正字读音那腼腆。哦，别说中国话了，腼腆呢，腼腆，我以为要舔我呢。谁？这大冷天舔我，那不粘上了吗？行行行行，是不是？你是冰棍似的。哦，我害臊。腼腆，那就不用害臊，直接说，没事，没人笑话您。自我介绍啊，您说说。我冒昧。哎，您说说。我是一位搞舞蹈的，谢谢大家。给慈禧太后跳过舞，老有慈禧的什么声音？什么？您别总乐行吗？我高兴。就这么说，您是个舞蹈演员？哦不，演员两个字太神圣，我可不敢当啊。哦，不是演员，那您是艺术家？你太不要脸了，你哪有自称艺术家的？泰斗也行。行了行了，您跳过舞吗？都没看过您跳舞。泰斗这样抖啊？帕金森底子吗？没看过您跳舞。没见过我吗？没有啊。有原因了。啊，因为什么呀？什么呀？我呀，嗯，不是咱们此地的人使。哦，您是哪儿的马粪啊？不礼貌了啊！什么不礼貌啊？马粪怎么都出来了？什么叫人使啊？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呐。那叫此地人士，人使，人士。哎，不是这人，不是这的人。哦、不是，您是哪人啊？啊？您是哪里人？你这样受不了了。能说能说，不用缅甸。哦，能说。没人笑，这有什么害臊的？说说。是吗？说哪人有什么可害臊的？再次的冒昧一下。那您说您说。我嗯，英国人，英吉利，大不列颠。行行行，大不列颠还得颠起来是吗？我不颠，我怕你不明白吗？您大不列颠，大不列颠，英国人，英国人。哦，大伙脑子里边打一问号啊！哼，这小伙子胡说八道。就是，这跟咱们长得一样啊？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比我们寒碜多了，你。我让你抱怨我了，我让你抱怨我了。你不就一中国人模样吗？对，大伙一看，这中国人呢？对呀，愣说自己英国人。嗯，胡说。嗯，就是胡说。嗯，我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因为什么？我的父亲知道吧？就是你爹。哎，对，你别答应。啊，没答应，没答应。你父亲怎么着？我父亲是英国人啊，我的母亲是中国人。哦，俩人一结合，有我了。这么说就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个串儿啊？哎，你是嫁接出来的？不是，就是那个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那叫什么来着？混血呀！啊。混血，我混血儿啊，我混呐，你有点混，我看混，我混血儿啊，您是混血儿，知道吗？哦，什么意思？你去过英国吗？我拿眼皮夹我，我眼皮夹不上，嗯，眼皮拉双眼皮了，夹不上，这拉的跟肚脐眼似的。你那也不怎么样，真是的，别看不起我。怎么着？我嗯，经常怎么着流窜于欧洲一带。您在那边偷了多少东西啊？偷东西吗？流窜那像话吗？不是，就是那个在那儿在那跳舞。对，流行可能感冒。不是，流产。哎呀，别瞎说，那叫流动演出。流动演出，巡回演出是那意思吗？就是在那儿，不叫流窜啊。巡回演出，在那儿巡回啊，巡回，我就在那儿巡回啊，在那儿巡回。哎，这词儿中国话，反正你说费劲。对了，怎么着？我是英国人。啊，英国人，英国人知道吗？你们这中国话说的不是那么恨老利索的，不是恨老利索的，是哪那方言，知道吗？我在那巡回，啊，巡回，对，咱们九站英国，总在那边跳，对，嗯，去过英国吗？我没去过，你个土鳖，这英国艺术家这样说话，会说英文吗？不会呀，你个山炮。哦，英国也有这词儿。对，嗯，去过这个英国餐厅吗？没有啊。你个棒槌，是不是？您在这样说话，抽您了，一点不像艺术家说的话啊，不礼貌了。吃过这个英国的餐厅的饭吗？我哪吃过呀？你当然没吃过了，你是啊？对，你就吃沙县了吧？我吃沙县。沙县，你婚礼都在沙县办的？哎呀，我太穷了我。一人一份瓦罐汤，是不是？瓦罐汤，飘香拌面，就吃这个了吧？你要没去过，怎么知道这词儿的你啊？你啊，总吃英国大餐厅，你怎么知道是瓦罐啊？我听朱鹤松告诉我。哎呀，朱鹤松告诉你。对，
我经常您去过是吧？我吃西餐啊，吃西餐懂吗？英国吃西餐，吃西刀叉，嗯嗯嗯，刀叉会用吗？哟，不会不会，哎，刀叉不是筷子，不用筷子，刀叉，有吃西餐，您给介绍介绍，牛排。牛排，牛排，哎呀，大块牛肉，哎哎哎，不是啊，你说是馕踹，那叫什么馕踹？牛排好肉，那都是。对，雪花知道吗？雪花牛排，牛排，牛排，知道牛排，牛排，对，分熟，几分熟？我知道，对吗？我们都知道，知道，我们吃七分熟。你吃七分熟？你土鳖才吃七分熟的呢。不是你吃多少？零分熟。哟，生牛肉啊，要就那个鲜味儿。哎呀。拉一拉那血刺激哎呀好家伙比那血性比董小元那脸都嫩哎呀你抱一活牛在那啃不得了吗你啊你没吃过吃生牛肉英国餐厅去过吗没去过完嘞那完了您给说说您给说说介绍介绍外边看啊大花园是哎呦呵大花园是漂亮哎当中啊我一大圆盘圆盘呲呲往外滋水滋水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吗我说不好我那叫什么刺拳刺拳注意发音刺拳行了甭刺了甭刺了英国人说话太切了甭切了还刺拳那叫喷拳我用你告诉我喷拳我用你怎么着我能不知道叫喷拳吗你说的刺拳我跟那洗个手啊在喷泉洗手对饭前便后要洗手哎呀注意个人卫生哎呀在那儿起对到哪儿先去到哪儿我都揣着手进去还带手去对到那儿站把手啊池子里啊好湿了好湿了对我呀从我这兜里啊把胰子掏出来还有胰子胰子知道什么吗胰子香皂啊力士香皂力士香皂有胰子不是你媳妇的妹妹我懂不叫小胰子啊哎椅子你说香皂就得了哎哎呦呵洗出泡泡哎洗出泡泡泡泡嗯泡泡搓搓干净了行了行了好像洗脸拿喷泉洗脸哎哎呦呀哎哎太恶心是不喷泉水漱口还咽了哎从里到外就这么干净那得干净吗那干净的很都寄生虫的都是知道吗洗哎洗手的时候喷泉喷泉洗手的时候得注意注意什么有姿势啊姿势哎这腿掐着啊这是他那眼儿往外滋水了对啊对吧哎你得逮他哦逮着逮着水柱哎你这儿正洗着呢嗯哎这儿没有水了嗯、啊、那儿刺出来了赶紧过去哎呀这是那松鼠小松鼠似的你这什么姿势哎呀把自个儿鞋踩下来了、哎、干嘛洗脚啊嗯行了别在这现眼了赶紧进去吧往前走高台阶什么样一蹬一蹬的 啊是啊上去是门挺高台阶推门而入嗯咱们干什么去了吃饭啊消费去了对我都不拿正眼瞧他哦那服务生就不是正眼看哎就用我这膀胱这么一扫您不怕刺人家一身呢一身什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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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什么了膀胱膀胱一扫不懂啊不懂膀胱什么意思我的老 baby 您说膀胱什么意思膀胱咱们看人啊嗯这么看这为直光对直光啊直光你要这么看嗯两边啊这是什么这为膀胱人人都有膀胱、啊、我有俩膀胱哎呀他俩膀胱哎、啊、你也有俩膀胱、啊、我也膀胱但是、嗯、你那俩膀胱没有我这俩膀胱大是吧明白了 你那是人造膀胱拉的你有两个大膀胱哎超级无敌大膀胱哎按你们英国话 super big 大膀胱啊等啊超级大是吧对行了你别在这漏怯了那叫膀胱吗膀胱这样看直光没错两边这叫余光余光对余光哎我记着有个膀胱来着呢膀胱是水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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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干什么用的装泥的、不礼貌了啊水泡不懂那装尿的那是不礼貌了啊你甭管什么光余光啊说准了不搭理他、啊、不搭理他对手里拿着手杖呢不是您这腿脚还不好啊谁腿脚不好您那不是拄拐棍啊不是拐棍也不是马杆手杖吗手杖文明棍上面一大疙瘩哦我懂了我懂
英国那绅士风度煮那个、哎、是吧？文明棍儿、啊，绅士煮那玩意儿。文明棍儿，你还是马杆儿，你看看。啊，递给他，递给他，寄存给他了，不给的，寄存走时还给我。哦，哎，坐好。这英国侍者个儿够高的。英国人个儿都高啊，个儿都高。对，欧洲英国那边人个儿都高。那你怎么不随你妈呢你啊？我血统不纯的。行，啊，个儿高，给他礼帽，嗯，存起来。绅士劲头，手套，你看英国绅士戴手套，嗯，围脖，哎呦，还有围脖，行了，哎，不是，舞蹈家，您这围脖是给长颈鹿定做的是吧？不是，太长了这个，不是，防止往里灌风啊。哦，那边冷，哎，也存起来，嗯，眼镜，金丝边的眼镜，绅士劲头，隐形眼镜，啊，这也存起来，哎。哇，鼻子帽，鼻子帽，耳朵套，哎呀，口罩，您是不是骑三蹦子去的吗？这戴耳朵帽还挺全乎，假牙，哎呀，假牙，您行了，行了，行了，嘛意思？舞蹈家，舞蹈家，哎，我请问您是不是去那儿吃饭的？吃饭。您把假牙给他了，拿什么吃那牛排呀？拿什么吃饭呢？说的是呢。要回来吧。对呀，假牙不能存。你还出了一句日语，咱们还哎，说的是呢。哎，回来呀！啊，假牙拿走，我怎么教中你呀？就是啊。我拿什么吃啊？我什么都存。你讨厌劲儿了，你这么大个子，没有眼力劲儿啊？你快拿回来，拿回来，快拿回来吧！你这讨厌，下次投诉你，呸，不是玩意儿你。嘴真碎。怎么了？这不是我的。哎呀，这不是我这。多恶心！别人假牙他还戴，还对脸照照。哎，这是我的。这餐厅没少存假牙。哎，嗯。啊，这是他的，这是他的。嗯，合上槽了。合适了，合适。合上槽了，赶紧吃饭去吧。哎，大衣不能穿了。哦，还穿大衣？哎呦，那里边太热了。啊，是是是。暖太好了，壁炉知道吗？哦，有壁炉。脱下去，你脱。这大衣多少扣？舞蹈家动作就是妖娆，西服啊，还有西服，绅士吗？对，脱衣服不老好看的。好，秋衣，西服里边就是秋衣啊。秋衣，衬衫啊，衬衫在里边，衬衫在秋衣里边，您听这穿法。嗯，毛衣，哎，多扎的，穿衬衫里边。绒衣，绒啊，线衣，穿多少层呢？这是。皮衣，哎呀，皮衣在里边啊。棉衣，哎呀，发汗呢这是。哎，羽绒服，羽绒服穿最里边是吗？对，哎，这哈。军大衣，哎呦，那西服怎么套进去呢？这是。哎，都得脱了，啊，都得脱了。太热，还热，那汗滋滋的。那接着脱呗。一件事是不能留啊。打住。里边扣都开了，瞎拽什么呀？你这，我是舞蹈家啊，您是男的女的？看不出来啊。我看你像男的。就是男的，干嘛像？怎么还穿这个玩意儿啊？哪玩意儿啊？这你这刚才这干嘛呢？这脱什么呢？那是贝贝家。贝贝家。贝贝家，你瞎拽什么呀？现在贝贝家都开了。哎呀，穿贝贝家。你看，记住了，记住了，别欺负我，没见过啊。贝贝家塑形的，对吧？啊，为了保持体型啊。但是贝贝家前面解扣啊。嗯，啊，怎么？穿反了？你什么眼神？你这是？昨晚停电。哎呀，着急忙慌一下穿反了。英国还总停电呢。我说这两天我老抵撅着呢，是不是？你看这成罗锅给你穿的。穿反了，都得脱了。脱地儿了。还有什么可脱的？脱的是东西呢。嗯，这是什么？兜兜。哎呦，我看出你中西合璧来了，还有兜兜，护着肚脐儿啊。哦，怕它凉。哎，我奶奶给我绣的。啊，奶英国人可是。啊，那我姥姥给我绣的。你随便说吧。上面有俩水鸭子，是吧？
鸳鸯吧，那是水鸭子，鸳鸯戏水，哎，也鸳鸯，嗯，也鸳鸯那是，哎，嗯，裤子也得脱。哦，裤子也热热呀，对吧？你上面凉快，底下热，嗯，配套啊，脱几件，脱几件，西裤，外边西裤，嗯，秋裤，嗯，棉裤，我一猜就有，线裤，绒裤，哎呀，嗯，皮裤，哎呦，皮裤在里边，哎，这是羽绒裤，哎呀。跟上面都配着套来的，哎，都得脱啊，都脱，哦，一件不能脱。嗯，来吧，电视，打住！啊，打住，打住！你这个要这么脱啊，那个就不是贝贝家。哎，要你说，这什么呀？丝袜，谁看不出来啊？我说丝袜了吗？你不这儿脱吗？那什么护膝，护膝，护膝从这儿脱，连裆的。哎呦，这英国净新鲜玩意儿，连裆大护膝，我自己定做的。哎呦，定做，定做，知道吗？我怕老寒腿。哎呦，你就光着好像吃饭去啊？光着像话吗？有衣服吗？还光？当然有衣服了，光着那不是走走走走了吗？都走光了。哎，不是，你有什么还剩啊？裤衩啊。哎呀，我留一裤头啊，是不是？舞蹈家穿裤衩吃饭去了。对，穿一裤衩，裤衩，知道吗？行行行，我感觉跟起大早似的。哎，往这一坐，嗯，我呀，从我这裤衩里啊，嗯，掏出一根烟卷来。等会儿，等会儿。啊，裤衩里，你从哪儿掏出来的烟卷啊？兜啊，防盗裤衩。防盗裤衩。一兜带拉链的，拉锁一小兜，跟哆啦 A 梦的小兜似的。哎，行，哆啦 A 梦，现在火车站都不卖这玩意儿了。就过去老的带拉锁那个，对对对，那个三角裤衩。哎呀，英国有三角的，英国还有那玩意儿，红的红的啊，红的红的红的，我本命年啊，本命年啊，红裤衩。哎，掏出根烟卷来，兜里还有烟卷，烟卷混合型的，不定什么味儿呢。我呀，嗯，再从这裤衩里啊，嗯，把起灯拿出来。您说这是英语是吧？洋火，火柴，火柴，火柴。您那么大艺术家，那么大绅士，不带个打火机什么的？不行，打火机不能装这儿啊，容易爆，容易爆，容易爆！我这一发烧，砰，它爆了。哦，对，英国没有太监，太损了，什么玩意儿？不是，我没有医保，知道吗？打火机呢？火柴，哎呀，行，多日没抽过烟了，完这就瞎了。哎，它反潮，幸亏穿着鞋。幸亏还有鞋，是要不烫脚。叫服务员。嗯。Taxi。您打车要去哪儿啊？上哪儿啊？你叫谁呢？叫服务员啊。你不叫出租吗？这是。也英文你懂吗？英文。English。英文服务生叫什么 ？Taxi。那出租车那是。叫你说叫什么？我虽然不懂英语啊。你不懂一下。单词我多少知道几个。哦。管侍者叫 waiter。我就讨好你。我考考你，看你会不会，懂不懂？考我，你懂不懂还不一定。真是，叫什么？什么 ter？ 对，他不懂吗 ？waiter。哎 ，waiter。哎，服务员。上。上。威士忌。哦，酒。白兰地。两种酒。面包裹的酱。嗯。受累，来一辫子蒜。哎呀呀呀！谢谢，我要独头的。行行行行行，教员听了。面包裹酱就蒜吃，干嘛呀？有这样吃的吗？哎，就这么吃。怎么吃啊？蒜拿来啊，嗯，嚼，咔咔咔咔，嚼完了，呸，脆出去。哎，怎么脆了？不咽了？哎，辣心呢？还怕辣心？多新鲜！那满嘴蒜味有什么用呢？有用啊！有什么用？一般来说啊，英国餐厅旁边带舞厅啊，有舞厅。对，里边有个妙龄少女呀，嗯，就是漂亮的姑娘，英国大美人跳舞来了，一个人上这跳舞来了，哦，没有舞伴啊。对，老远看见我了，找你呢。啊啊！这个小伙子长得真精神，这是个英国瞎娘们儿，这是。啊，他怎么看出来精神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啊，又知道我是个舞蹈家，嗯，是吧？肯定过来请我跳舞啊，请跳舞。他那个舞技也太次了，他不是专业的。对，你说生驳人家面子吧，嗯，咱不绅士，哦，拒绝不合适，不礼貌，嗯，婉转一点，怎么着？拿着蒜味盯着，蒜味盯着。他过来请我跳舞啊。先生，嗯，请您跳一支舞吧。那你怎么样？我啊，哎呀，冲他打嗝。您是可够缺德的。刚才，哎，刚才，嗯，我刚才偷摸啊，嗯，偷摸我上了后台了。
啊，进后台了。哎，我看了一帮人，是都是我们演员，是吗？啊，对，我看他们都不行，不行，不行，我就看上你了。别别，您别看上我，别别，我不喜欢男的，我喜欢。你看上我干嘛呀？不是你，我看你，你扣我呀？我扣我找一筐扣你啊？你磕我？那你当鸡蛋给你磕了？哎，什么什么磕你扣？磕头拜我为师啊？你就别说相声了，多大岁数了？47啊！哎，说相声就到这儿了，到死你也就这模样了。哎呀，不是您的意思，我跟您学跳舞。你改行？我磕头拜你为师。哎，我收你为徒。我们说相声都有师傅，这一辈子就拜一个师傅，我不拜师了。这么死板呢？我不拜了。不拜我？我有师傅。这么死板？看，得了，怎么着？也是咱俩的缘分。哦，有缘。哎，啊，你的造化什么意思？这么着啊，我破例收你为干儿。我，哇，我要不了你多少钱？还要钱？5000块钱。你等会儿吧。您听的意思，本命年，看这意思，30多岁，36吧？36啊。我47。47。你收我当干儿，还要我钱？怎么了？怎么了？没这个啊。我岁数比你还大呢。你瞧瞧，肤浅。嗯。你艺术就到这儿，你肤浅。怎么？拜师，拜师，拜干爹，为什么呀？为什么？学能耐。你有什么能耐？你不是拜岁数，你要拜岁数，你拜王八好不好？行行，没有拜王八。您是说话太损。您不是会跳舞吗？我当然。您不舞蹈艺术家吗？我泰斗。各位观众想看他跳舞吗？掌声欢迎，让他跳一个。我就不信您能跳舞，体型也不像跳舞的。你呀，你不要发动群众。怎么了？同志们鼓了掌，我也跳不了。为什么？我没有舞伴啊。一个人跳不了舞。一个人也能跳啊。就是啊。我得跳一跳。要独舞啊。独舞啊，独舞来。钢管舞，这行吗？哎，好啊，这个。哎，把麦看。这刺激不刺激？可以。来。哎，我把衣服一脱，穿着我那红裤衩。行，跳钢管。您差不多，不用都脱了，反正这意思，行吧？给我们展示展示。行，哎，受累，你帮忙吧。我干嘛？你演钢管。演钢管。你缠着我跳是吗？我盘你。行，你再给我腰弄折了。我冲着你，我就蹭你。行。听我一主意，咱不跳那么刺激的，啊，咱来交谊舞。交谊，您不没有舞伴吗？嗯，我多少会几步，我跟您跳，主要展示您的艺术。不是，交谊舞是一男一女，那好办呐。那怎么办？咱俩人一个跳男步，一个跳女步。哦，分角色。对呀。哦，假装的啊，一个男一女的。对呀。那行，挑一个吧。哎，来，我来男的。嗯，你跳吧。我还有挑选余地吗？我跳。就是您来男部，啊，我来女部，啊，不行，凭什么不行？女部我不会，我就是简单的会那么几步。男部，哦，您不是舞蹈家吗？肯定会女部。是，这样吧，我来男部，您来女部。我来女的。一般来说，男的个头也高一点，是不是？您也像啊。好，得嘞，正理我就应该来女的。那是为什么？我长得比你媚气。哎呀，行，那人妖劲儿又来了。您来女部，我来男部。行，咱找个场地。咱们怎么跳？您帮我把桌子咱挪后边去。怎么还搬桌子呀？就在这儿跳舞，观众看得见。哦，主要欣赏您艺术吗？好，行，那行。哎，这点互动区域窄点，一会儿咱尽量往这一片，行吗？行，这就是50了啊。但我不像女，还真是，是吧？谁有那个口红啊？啊，给我做一个美甲。行了，到没那功夫，没那功夫，没那时间。您啊，我们这道具，您看能用什么用什么，简单化化妆，区分男女就得了。哦，主要是怕什么呢？一会儿跳舞时一转圈啊，对吧？交谊舞不得转吗？转来转去，男的女的就看混了。这样呢，他化化妆，反正人啊，确实化妆就好看。人不捯饬不好看吗？对吧？西湖影配洋片，狗配铃的跑得欢，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得有这个陪衬。也有一些修饰，但是女士镜头一出来，我们俩一跳舞，主要欣赏她啊，人家是舞蹈家，我是业余爱好啊，看人家，看怎么样？哎，来，您吊个绳给大伙看看这是。哎，是不是看我化完妆之后对我有欲望？我想轻生了。我都不想活了，这什么模样？你看我，哎，像不像迪丽热巴？像谁？迪丽热巴。迪丽热巴，嗯，人家要死了埋地里8年，刨出来都比你鲜亮，知道吗？跳吧，给我搬一沙发吧。哪有沙发的事啊？废话，舞厅有沙发，转角沙发呀。哦，女的坐这儿等，男的过来请。对呀，我们相声这个场地没有沙发，嗯，您就是假装演身
一矮身就好比坐沙发了，行吗？我就怎么说，坐米成样了啊！哎，对对对，就坐米样。您就在那儿一，哎，一矮身就好比坐沙发，我过去醒您不就得了吗？啊！我给您拿点纸啊。要签名啊？要签什么名啊？要纸干嘛呀？蹲那干嘛呢？这是啊？蹲那干嘛呢？干嘛呢？你明儿你往那一蹲，你跟那拿不出来就是了。我等你呢。等我呢？我这等你呢。嗯。我使了半天劲，你也不出来。我说那玩意儿是怎么着？哪玩意儿啊？不是那么的，您别那么刺激，往那一坐跟坐马桶似的。您这样就好歹一矮身，这个坐沙发是往后一靠就得了嘛。这样啊。沙发有靠背，往后靠。再靠点，我给你来点单口相声。哎，这个乾隆年间，别乾隆了，好家伙的，我受了受不了。行了，您坐那儿，就我醒了就。咱主要欣赏他演技啊，看他这怎么样。我呢，好比今儿跳舞去，今儿没事跳舞到舞厅了。您听，现在是《溜冰圆舞曲》。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小姐，请您跳舞。讨厌！受什么刺激了？这位。小姐，请您跳舞。讨厌！刚医院跑出来的，这是。小姐，请您跳舞。讨厌！伸手。走啊！向南一院我们带上，嘿，三儿，来一跟头，鼓掌，来一跟头，哎，哎，咱这是跳舞啊，我这是耍猴，别跳了。每个人爱正在热舞。